糖尿病呢，其实在中医呢我们叫消渴症。那么国外呢，也就是1921年呢，有科学家呢通过切除狗的胰腺以后呢，那么发现狗出现了相应的一些临床表现，并且发现它的尿里面是甜的，并且呢有糖的一个化验出来了。那么通过这个呢，就提示呢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尿糖是有关系的，那么所以也叫尿糖病。那么后来经过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呢，那么把这个病呢归到糖尿病。有些人认为糖尿病是不是因为他吃糖吃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国家呢，其实在40年前，就改革开放之前呢，我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是很低的，只有不到1%。那么但现在我们的糖尿病发病率已经达到了12.7%，就说目前是我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那么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们国家这40年来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就存在一个不合理的饮食，就是高油脂高热量的饮食的摄入，再加上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久坐不动。那么当然了，遗传因素也占到了30%。那么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就是血糖高了，不容易急性并发症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它可以导致代谢紊乱，那么可以危及生命的。那么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微血管并发症，那么就可以导致糖尿病眼病，如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话，病人可以导致失明。那么还有一个糖尿病肾病，那么糖尿病肾病呢，如果我们在早期呢严格的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但是如果病情控制不好的话，就可以导致慢性并发症，就是我们说的尿毒症。那么这也是在这个整个的糖尿病发生发展过程中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糖尿病的预防呢，其实就说遗传先天的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后天的一些因素，那么包括我们的饮食呀，规律的生活呀，规律的运动呀，那么这是完全可以预防和阻止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